所有悲剧开启太阳机 The Sunrise The Sunrise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。还没开始比赛就开始吃火锅，可以吃啊。我脑子里的真实想法就是，这儿应该没啥事儿。可能一开始因为我们不要跳舞，所以给我们的这个小福利。我那冰淇淋还挺好吃。哇！这是凉粉吗？给你搞一个凉粉。凉粉吗？你要什么哥？红豆。都来一点吧。你来一点。我这心脏。干嘛？干嘛？欢迎各位来到勇闯天涯 Super X， 这就是街舞第四季的录制现场，欢迎大家！欢迎四位队长，也欢迎往季选手的回归，这就是街舞第四季，也欢迎全新加入的国际选手。比赛规则我们参考了中国象棋的方法。中国象棋，那就有点可以田忌赛马的感觉呗。在这里呢，我有四个代表帅位的项链。代表四位队长的主帅身份，请队长挂帅。这个太小了，戴不进。在我这里呢，还有代表车、马、炮、象、士等不同的项链，这个项链需要队长们挂给队员。哦，队长们需要选择合适的人选参与之后的一 v 一、二 v 二、三 v 三、五 v 五等多轮对抗。OK， 并且队长还会亲自带领成员进行帅战。哇，这里就得考验队长的战略和排兵布阵的计谋了。第一次来的时候来街舞这个节目，不是选人就想按照那个对角线对角线来选吗？那你让我现在排兵布阵，我还是会按照对角线这样来选，对吧？那如果又不行了，现在就要告诉你吗？啊，现在在想，如果锁了，你就用完了嘛，你就不能再锁别人了吗？石头老师，卡卡，子龙老师 ，MT Pop。我特别想要 GoGo Brothers 在我的街道，因为我正好想跟他们一起来研究一下他们的这个 balance。缘分天空，美丽的梦，因为有 GoGo 而变得不同。Hey, come here, guys. Hello, hi, 大家好。然后，哇哦，哇哦！他想说的是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他想说的是，我也很高兴认识你。然后他们说的是，哇哦，哇哦！我们这边有法国的。意大利的，老挝的，越南的，还有日本的，还有这个澳大利亚的，哎呦，真的是有点顶不住。我主要
我觉得你们在播出的时候要把这一段剪进去。我主要为什么不问那么多问题，因为我们这人语言不通、不是我主持人的问题。真的很尴尬，怎么办？在线等。我们就想了一个化解尴尬的方式，首先跟大家讲一下。This is a Chinese, 你好 ，right? Okay, yeah. For man, maybe left hand and right hand. Woman was here. 逆한다 Yeah. Hope you guys like this. 这是女生，这是女生。嗨，谢谢。我就把那个五湖四海交朋友这个跟他们讲，这个应该大家还是看的比较多嘛。师傅，都不都是这样吗？来吧 ，DJ， 麻烦，来一个简单的 cipher， 大家如果想跳的话，都可以出来跳跳，热热身。Nice, just warm up, yeah。然后我们以武会友。让大家玩起来。皆さんがちょっとウォーミングアップしましょうって言って皆さんでちょっとサイファーみたいな、ね、感じで、まあ、一人ずつこう踊り合ったんですけど、そこでちょっと体がほぐれてきて、ちょっと緊張感も和らいで、大家好，我是 Gaka and I'm a hip hop freestyler. I hope we're gonna kill this competition. 罗奇卡还蛮厉害的，像捡到宝一样。我觉得他应该可以跟布布一较高下吧。Yeah， 好稳，太稳了。哇！这个怎么能定住啊？他都没有支撑，他纯靠手撑起来，有点反原理啊！哇 ，How to do that？ 太厉害了，谢谢。最后那一招哇，真的看得太……那一招非常的惊艳，比较有自己的 style。哇、wow, 变态，太棒了！接下来哪位老师上呢？なんだっけ？ユーリが行きたいです。ユーリが行きたいです。最初はグー、じゃんけんぽい、あいこしょ。你好。我是ユーリ、我来自日本。
아니해난데시작해니헨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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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很帅，你很帅 ，Yes。尤里，この言葉を知らないうちにユリ覚えたい。你很帅，帅 ，OK。我爱你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愛してるよ。我是伊布基。伊布基。我来自日本。OK。我是一名。忘了。我是一名陈。啊？我是一名陈能 dancer。哇哦。嗯。陈能 dancer 厉害，伊布基。你最喜欢吃中国的什么食物啊？火锅。回锅肉。回锅肉。嗯。哦。好吃，好吃。レイさんは。かっこいいよ。レイさんはもうちょっとかわいい人間のかっこいい。准备完好了吗？怎么说？準備はいいですか？準備はいいですか？Okay, DJ, 3, 2, 1, drop the beat, come on. Yeah. Wow, 太棒了太棒了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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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，然后加入到我的团队哦。啊，为什么不翻译哦？啊，那是我的荣幸啊。それは私の光栄です。啊，温塔有没有觉得就是第一首歌里面的五个人哪些人比较适合？我觉得第一首歌的主编舞是温塔，然后我希望在排的过程中间 ，Chika 和佐佐是对称的，廖廖跟 Kabamba 也是一个对称的舞种。这样的话，其实大家整体看着会非常的和谐。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对角线的重要性了。因为大家没有什么时间，五个人的那两首歌赶快去准备吧，加油！頑張ろう。頑張ります。頑張って。Talk about the three on three. My opinions is Ibuki, CL, Rochika. Can be good. Yeah, definitely. Ibuki 的他很全能，然后子龙的 power move 也非常厉害。Rochika， 我觉得他应该可以跟布布一较高下。So now we.Go to get a practice with that music. Before 在学习 locking 的时候，因为它比较碎片化的学习，没有像学 crumb 那么系统，真的是有点顶不住啊。希望你们能在比赛的时候享受这个舞台，享受街舞。走。就是我跟一博商量嘛，就是反正就挑一首歌，一轮定胜负比较刺激嘛，双方都拿出最好的状态，就一轮嘛，对吧？好难哦，这个。So I want choice.Go Go Brothers 哥哥，雷，哎哎 ，with me to do one round， yeah， maybe locking style music， locking style， yeah， yeah， music。衣服给了我很多力量，和给了我很多信心，也是一种自己给自己麻痹一下了，你知道吗？麻痹一下自己。哎，那个衣服吹干还给别人吧。哦，我跟弟弟借了一下他的马，然后他叫雷，我也叫雷，我们叫硕果雷雷。有。哦。Let's go. Going, going.
只要大家有爱，有热爱，然后喜欢舞蹈，在一起交流学习，互相的探讨，对胜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开心。这世界很酷。